高丽菜。切半切丝哦，辣椒蒜头切碎，香菇、蛤蜊、虾，切好的高丽菜，还有切好的辣椒蒜，切好的葱，乌龙面。爆香哦，其实有点像炒的一个概念，加入高丽菜拌炒，拌拌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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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让它焖一下哦，来打开它，哎嘿嘿，再来加入柴鱼粉，加水锥哦，香菇，还有胡椒粉跟酱油，酱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通常都是不看分量的，再来是米酒，噔噔，对，就这样，再来就是全部的食材都加下去，再来是加入今天主角乌冬面，放下去，我吃三包，因为两个人可以放了三包，但是好像有点多，因为锅子有点小，焖一下，然后打开它，然后拌一拌就完成咯。大功告成。